老大。老大哥矮，点点嘴呀，哎哎。老大哥矮，点点嘴。小雅。老三，老三嘴歪，摘龙岗啊，哎哎哎哎哎，这叫高难。老四他下巴长在脖子里头啊，哎哎哎哎呀。老五，老五走路鸭子甩呀，哎哎哎哎，上身没毛病，但下身有点毛病。老六他呆傻，像头笨牛啊，哎哎哎嗨耶。人呢？啊！看着没，老六是个傻子。嘿，我一点我都不傻。今天早上起来，我自己穿的裤子都没哭。你学的呀，真是挺傻的。傻吧？嗯。但是傻，他也得娶媳妇儿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不去相亲，事业难成啊。那怎么办？这回呀。你就去那个傻老六，我对我就去你妈。行，为啥呀？你让观众朋友们说说，就你那点小个，能生出我这么高大儿子吗？那这样在大街上一抱，两头不出哨啊！你拉倒吧，那不是逢场作戏吗？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那行，那这回你回去，嗯，我就去你妈了啊。那张好两声是吧？嗯嗯，那好嘞。你天完十，你老叫唤啥呀你？傻小子，多呀、啊！不许骂妈，骂你咋的？你傻呀！我揍你！六子，嗯，今天呢，妈领你去相对象去。干啥？看大象去？大象，就知道看大象。嗯，看对象。你不去。老看啥呀？看看，昨天不是看过了吗？什么时候看的？妈咋不知道呢？昨天拉人儿，大哥领我去了，啊，说医院里边有俩大姑娘，长得可漂亮，大个嫩高啊，大辫嫩长，这往那一看，老老实实，白白净净的，嗯，我这一瞅不能要。哎呀，多好啊，老六要。嗯，让拉钱大哥也说你要要，你要吧，你要吧，你要要的话，我给你买31厅的住房，再给你买一辆3轮车。这条件太好了，要要，不能要，要不能要，要在太平房躺7天了，你要啊？啊，那是不能要。拉钱你大哥呀？嗯，逗你玩呢。那逗我玩呢。老六，爷爷，妈今天领你真去相对象去，看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行，走啊，走啊，走，走。刘老六，我用眼瞅啊，我打量这个花妞妞。只见他两朵么美长有细，眼珠子急了咕噜像个乒乓球哎，两个耳朵他一边长一个耶，
炉子上面它咕溜溜哎，可能是他妈怕他挨饿耶，怀里给他揣上两个发面大馒头哎，看着看着我直往前凑啊，见秋我这里直皱眉头啊，这话为什么不说话一个字里头啊，是不是呀啊，我探探根有大花女儿这一场我意思服务员吗？不会。喝水不会。请坐不会。妈呀，那你啥也不会呀。在家来的时候我妈告诉我说不会不会的。那你家几口人啊？我家老母猪一帮一帮的，没事我就骑老母猪玩了。我问你家几口人？几口人啊？我们家七口人。都有谁呀？有我一个爸俩妈。哎，人家都一个妈，你咋俩妈呢？哎，你不稀疏，我跟你谈，我跟你熟了，我跟你熟了。一个妈，这不放这儿了吗？俩不就妈吗？俩吗？完了我姐，完了我，我爸跟我妈一对，我跟我姐一对。哎，你跟你姐可不是一对儿啊！给我跟我姐一对双，哎咋的？一对双，哎，气死你！那你多大了？我妈十七，我爸十八，我姐四十九，我五十一了。我问你多大了？啊，我呀，哎呦，我多大呀？我不二十七就二十八，不是属鸡就属鸭，反正别的我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妈生我那天她。她咋的了？她不在家。啊！你妈不在家，谁生的你呀？我妈难产在医院生的。哎，咋的？咋的？挺大姑娘，你啥都问，你不想磕着呢？你不想磕着呢？你是不是傻呀你？你说谁傻？说你傻呀？你说谁傻？说你傻？你说谁傻？你傻？谁傻？你傻？我咋认我呀？那认谁呀？我咋认我呀？认谁呀？认谁呀？气死我了！几句话说的我浑身发抖啊！哎呀，又是怒来又是羞，把鞋一放往外走。